家好，我是李佳琪，我是旺旺，我是伊文姐。我们今天要来一个特别的开箱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走你！那我们今天来开箱品牌送给佳琪的生日礼物，好多哟。啊，第一个娇兰，好漂亮！猜什么东西？口红转盘，我觉得是香水。猜对的给他好不好？猜对的给他。不好。香水，花草水域里面我有很多很喜欢的香水味道，比如说那个阳光椰香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好闻。你喜欢哪一个？那个葡萄柚。葡萄柚，对对对，很清新的一个香味。你呢？你用过吗？仿佛你身在地中海中间，我在那个柠檬树上面那颗味道，是吧？夹带着海风，夹带着海风，咸咸的味道。如果你想要选一瓶香水的话，真的可以选择娇兰。谢谢娇兰送给佳琪的礼物，谢谢。我想要拆这个绿色的 Le Male， 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能收，这是每一年的限量版，世界海洋日的限量版，就是它每一年都在。做深海的一个就是保护，积了两年，他们家限量版。造粉丝，造粉丝，这个我要收藏一下的，好好看哦。谢谢海蓝之谜 Kilian， 我爱的牌子。这一瓶我没有哎。哦，阿斯汀利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。A kiss from a rose， 玫瑰之吻，上面有阿斯汀利哦。谢谢你们为我定制。这个玫瑰不一般，再给你们种草一个香水，就是 Kilian 有一瓶香水是我已经用空了三瓶的，它叫做天堂月光。谢谢 Kilian， 我很喜欢。Tom Ford 全新流金琥珀，这句话怎么叫？叫即使 Never 知道下一场冒险在何处 ，Never 知道什么？即使从来不知道 ，Never 就是永远，永远不知道。你不要把 never 就想出你们家狗，你看这 never 就是永远 ，never 不知道下一场冒险在哪里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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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用心哦。惊哎！呀，它的流金琥珀是白色的香水，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瓶奶香味。这瓶你没有对不对？这瓶我没有，限量版的怎么可能有？给你闻一下，这瓶很好闻的奶香味，椰奶香。哦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一瓶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椰奶喝醉了。谢谢汤包，我很喜欢哦。哦，上下好看呢。哇，好时尚啊！我可以，就他们做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手工艺，然后再加现代的一些技术。哇，这个包包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谢谢上下。To summer 关下，没有用过关下。喜欢的那种。真的吗？蒂尔加奇久等。久等，我没有等你啊！没有，我有在等你了。这是他定制的画像，真的吗？好有趣哦，他们家的东西，我可以。快点，快点，我可以。哦，所以是他是这，我可以，很漂亮哦，很好闻，很甜，很东方，不甜，很东方，很有质感的香味。很好闻，谢谢你关下。伊丽莎白雅顿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？雅顿金胶啊，雅顿粉胶啊，菊炭精华啊，都是爆款中的爆款，这里面都有。谢谢伊丽莎白雅顿，辛苦啦。下一个我们的 C C 的资生堂，亲爱，怎么了？和尚，哎，你这怎么这样？这套没有的鎏金系列，你知道它？什么叫做鎏金系列？你知道吗？限量版，在旗舰店都很少有露出的最高端的一个系列资生堂，哦，就很漂亮。他们家的最高端线非常非常的美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哎，很漂亮，非常贵。他们家这个系列，这个系列你在旗舰店都没很少看到这个系列。谢谢 C C 豆，这个真的是留在这儿，我放到仓库，漂亮到飞起来的一套产品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看。谢谢 C C 豆。老旺，最近我在老旺家买了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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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东西啊，很好看的 T 恤，两件，他们家非常漂亮的 T 恤，老旺的蓝色玫瑰的 T 恤。就像它的 logo 就叫 Rose is the Rose is the Rose is the Rose。哦，这是一句情诗，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玫瑰，是我的玫瑰，这是这个意思。这样，你是旺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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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旺。谢谢老包，谢谢你。下一个，
我们的 Hogan， 好好看啊，我可以，我又有小白鞋了，很好搭这双。嗯，谢谢 Hogan Remova。这个颜色，你看上什么？它叫做绿色。这是 Remova， 我喜欢。我跟你说真的，你们家箱子太好看了，你们家颜色出的太正了。这个绿很特别，谢谢我，我会带着你送给我的绿旅游全世界。Black Me 送给我的，哇，就是我也没有在追求收集熊啦，有艺术品，艺术品。是是是，谢谢 Black Me。不要这样，他要离你放远吗？你把它给我弄坏了，你就从公子里，公子里，坏了。Hello, it's me。感觉这个手臂被你弄脱臼了一点。没有没有。真的有在脱臼，你拿新衣的那个包袋给他包一包。那宝贝，你就躺一会儿，你舒服说我抱。谢谢 Black Me， 谢谢。哎，它是有寓意的，招财进宝。是是是。哇，焦律师真的太棒了啦！双岁蛋糕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，好贴心哦。从小到大，从焦律师宝宝宝宝到奶奶，谢谢焦律师。我的仓库又多了一名大将，这个放仓库里太震撼了！哇！我把它打开，我把它打开。好用心哦，优时颜吗？准备了很久的礼物吧，因为这个买不到啊。小蛋糕都是他们家的产品。哦，优时颜太用心了啦，这也是优时颜。哦，很厉害的一个精华，抗老精华。很有趣，而且很有自己的态度跟自己的审美。对，谢谢优时颜。哇、哦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he Ginza！ 最近在用 The Ginza 的产品，太好用了。他们家粉晶，他们家以前是专门给贵妇定制的一个护肤品牌，还有他们家的日夜精华，这一个5000块。羽西，天哪，羽西把最贵的鎏金瓶拿出来了。这瓶精华真的佳琪很喜欢，如果你想要买抗老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品牌的话，你可以推荐给你，你们可以用起来哦，真的很好用的一瓶精华液。谢谢羽西的礼物，辛苦。IT 愈好用的就是粉底液，很火很火，火到爆炸。谢谢 IT， 谢谢你，谢谢。下面一个 Make Up Forever 的礼物，我的阿加基口红。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合作的，然后我自己调出来的颜色的口红，颜色很好看哦。谢谢 Make Up Forever， 最后一个礼物在这里，哇，真的太夸张了啦，野兽派哦，他们家的香水，他们的香水性价比非常高，而且很好闻哦，八瓶味道，不一样味道一整套。谢谢野兽派，我感觉我。就是过生日，野兽派是大赢家。你要不要去做？所有人都在野兽派买花，真的，所有人都在。哇、wow, ，谢谢。其实这个椅子多少钱啊？8万。你值得拥有。它3万是用在金蝶王子的宝座。谢谢野兽派，我很喜欢的绿色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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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各位品牌爸爸送给佳琪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天天快乐哦。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Bye bye